一般他才小我一岁而已。哦，小你一岁呢？我小你一岁了呀。啊，你今年28吗？我36了。我的天！我没有讲你几岁。陈志文先生，我没有。今天不要安排郑玲玲哦。不要紧，你嘛是调度啊，叫我笑死。要搁调度吼？调度啦。没事啦，不要紧啦，啊，吹一个啦，吹一个啦，凊彩吹啦。哎、欸，搁未使凊彩吼？不是，我真凊彩了，搁吹无。安尼，我可能卡了无受伤啦，可能来穿淡薄白款卡了的。啊，什么？未使伊无给。那你。卖嫌人，卖嫌人，那都无甲你嫌，你卖嫌人。你真强嘞！这个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哈、啊？顶摆那刷定起嘟嘛，是安尼款子。我惊。惊什么？我惊。哇！袂惊啦。我是惊等下抓着你啊！拉滴吐，拉滴吐。来唱毛哥第一首，想到了没有？没有，你真的不要这样啊。还没啦，慢慢来啦，放我一起给啦。多几年就40了嘞。不用紧啦，慢慢等啦。哇，放手我跟你讲，你包红包包袂赴哦。真的，你规你那是爱通电。你卖好练，你卖惊死了嘞！别个煮我爱吃，卖吃我跟你讲。你老婆真敢吃。我老婆真敢，我老婆叫我卖假。无，一看到我囡仔，他就啊，那就明明爱去。我老婆艰苦啦，袂死。哇，乱揪乱揪。好，来来来，要唱什么歌？不要紧哦，你囝我做快囝就好。我讲录快哈，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但是也好，我录音就我好录音。还有好快步吗？来，姐姐。我就昨天有人点歌。好，那是什么歌？点我唱。阿妹唱的老歌。不是啊，我不是阿妹唱老歌，我把录他放下来去到你啊，我的老歌。等久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他点歌，他讲很久没有听到我唱，很适合我唱歌。他很多很多年没看我了，要叫我唱这首歌，带一首《葫芦》。天啊，你输啊！你要唱《葫芦》？倒落一间 KTV 有在聊，请一个晚餐吃五碗的葫芦。阿鲁有哪里新 KTV？ 等你婆啊，婆去未？吃辣的你，今天是下楼袂大。来，我们唱这首《葫芦》。我是贝粉。来搞篮球啊，篮球啊，来鼓励一下。我进步。哎，你唱歌，你唱立新的台了没有？唱了。I see。哎呀，户外歌台 Number One 耶。
惊吓，但我给你男朋友，我88号，哟啊，会使啊？啊，我一暝两个 OK， 三个不能使，不要紧的啊。对，很久没有听到你们的笑声哎，好想念你们的笑声，再来给我听一下，笑一下，哈哈哈哈哈。真的，哎。久违了，有点感动，突然间，真的，这两年多，每次只是我们有做直播啦，还是很多朋友会支持我们来上来看我们做直播，但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，听不到你们的掌声，看不到你们的笑容，哎，现在也是没有什么看得到了，还是要戴口罩，哎，就很想念，知道吗？很想念，真的，哎，黑了。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那两个无敌，中秋真的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那你们真的还有，还是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你们，感恩，还有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也是谢谢大家，因为这次开放以来，好像是我第一场出现在立新的这个直播。就是我有唱立新的台语，但是它不是公开的，就是真的我开放以来第一场这个庙会的歌台，哇，狼啊！我看到狼，我真输个狼，我真会真惊，这种我真输个。人就是这样，没有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想念；有的时候你又会很觉得，哎呀，又要很烦的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哎，没有的时候就啊，很想念这些人。好，接下来要谢谢啊，我们今天。有一个一直很 support 我的这个朋友呢，他今天就生日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因为他要在家里照顾他妈妈，就是他就在我的直播里面就讲，然后也有这个 private message 我叫我要一定要唱生日歌给他听，哎，谢谢姐姐，booking number， 哦，小林妹妹，你好，谢大爷，哎呦 ，OK 好。等一下我来找，我很需要。没有啊，就是他生日啊，你帮我，就是我答应他了，在台上我唱给他听，他很 support 我，每次很支持我，支持我跟我女儿。来，生日快乐，我们的凯燕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赶快就是身体健康，然后有机会的话再带你的妈妈来现场看现场的歌台，好吗？然后祝你这个事事顺利哦，然后呢心想事成，然后记得一直要支持我们，支持立新的制作，谢谢你，来祝你生日快乐 ，OK。生日快乐！他在看直播了，就是他就是特别就是很少我们会在台上就是没有。